路边捡来的年糕千万别直接啃，那样不仅不好吃，而且还特别费牙。今天分享一个年糕特别好吃的做法，年糕切好，放水里煮两分钟，然后捞出来，过一下凉水。不要钱的笨鸡蛋放锅里炒到八面金黄，放葱、小米辣炒香，有条件的放点火腿肠，再放点青菜，先将它们炒软，放年糕，来一丢丢盐，一点点老抽，来点十三香，最后搞点蚝油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开吃了。不想做饭的时候来这么一锅，真的不要太爽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一道这个下饭菜，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。锅中水开放盐和油，能锁住毛豆的翠绿，煮两分钟捞出。隔壁小哥哥家的五花肉拿来炒出油脂，放葱姜蒜小米辣爆出香味来，倒入毛豆，一包外婆菜，小火把外婆菜的香味炒出来，加点盐，生抽顺着锅边淋入，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外婆菜这样做鲜香下饭，非常的开胃，不用炒糖色，在家也可以做出漂亮的红烧肉。10块钱一斤的五花肉切大块，不用焯水直接下锅，煎出油脂吃起来才会肥而不腻。加姜葱，一袋红烧料，既能上色又能调味。加入半瓶去年喝剩的啤酒，半碗水，小火炖40分钟，有条件的加点鹌鹑蛋，再炖10分钟，大火收汁出锅啦，太香了。最美的期待就是遇上最好的你。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。是天空里一片云，偶尔投影你波心，不必压抑，无需欢喜，也许转瞬无踪影。我是天空里一片云，偶尔投影你波心。かもしれない。